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人在路上摸索前行，伴侣不过是黑暗中搀着你的手前行的另一个人。人的本质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能切身地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所能求的也不过是这一点点搀扶的温暖罢了。北京时间8点整，感谢您依旧倾心守候在 FM 122.2大型情感类交流相亲节目《爱的港湾》，我是今晚的主播孟小圆。今晚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两口子第七年制作组作为这期节目的访谈嘉宾。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各位网友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平台为我们留言。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85614222和85614333也随时欢迎您。那么好的，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 staff 组啊，那么有请我们的作者先为我们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山色，作者《色与水》里面的山色，然后我负责的是李海棠赛的。好，那么下一位是我们的胡光。大家好，我是胡光。大家好。啊，言简意赅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爱的女战士云木香。什么爱的女战士啊，真是他们都那么正直。好吧，我是兼职策划正牌正直填词的女汉子女木香。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都懂的啊。那么下一位是我们的人妻玲珑姐。什么人妻？大家好，我是编剧玲珑闪。好，那么下一位呢是我们可爱奔放的小宁上吗？奔放你妹啊！那个，我是第三期的后期小宁，大家好。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呢 staff 组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啊，他是我们负责了1期到3期所有的海报的美工妹子老瑞。但是由于老瑞他今天呢有一点那个不太方便，就是大家都懂的那种那个啊，我就不太细说了啊。那么今天呢，他只能在公屏上默默的守候我们，不太方便说话哈。那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cast 组的自我介绍。那么首先是我们李海棠，对不起，每次我都想念成那个李小棠。李海棠的 CV 为什么是在 cast 组呢？我要申请在 staff 组。然后大家好，我是程峰啊，是配的是李海棠。好，那么接下来，好的，玲珑刚才吐槽了一下你在史大夫的组里面干了什么，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好吧，下一位就是可以一v5的巨能汉子木野信。一v五毛线，分明是一v七好吗？大家好，我是木野信。好的，哎呀，这个小信实在太厉害了，我现在满脑门都是汗。就是他之前威胁我什么的，我怎么下一位这么爱你哥哥？那你要体现出来，你不体现出来，我怎么感觉到？哦，亲爱的弟弟。下一位是我们的陈小西三妈。小西，大家好。我是小西。哎呀，好害羞啊，感觉。好，下一位是我们的风雨归舟大哥。为什么到我这是大哥，人家明明是正太。大家好，我是风雨归舟。因为这是比较正直的场合嘛。那我作为一个正太就不正直了吗？谁叫你自己不把那个 ID 给他改一下，然后排到上面去了。本来想第一个介绍你来着。
那么下面这位是我们友好的病友冷言。大家好，我是得了精神病的冷言，目前正在转院治疗。哦，好的。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正在勤劳的洗着碗的黎妈妈，她现在那个因为刚才招待了大家吃了不少东西，所以现在去苦逼的洗碗去了，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再请她过来。自从进了李大夫的精神病院，我的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吃嘛嘛香，一口气能上五楼，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假如生活撂倒了你，那我就待在那儿不动弹，享受生活。李大夫，你就是我的茶叶蛋。我们这三期的两口子第七年呢，通过 FM122.2 昭和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热心观众通过微博和微信的在线平台呢分享了他们的感悟，大家呢对整个剧的制作过程也有很大的好奇，留下了不少的问题给我们剧组同仁一起分享。那么节目组呢将这些问题整理了一下期待今天现场幕后咱们能够大爆料一下。那么首先来自于我们微信平台的相关问题是问两位作者大大的。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想到因为痔疮而形成的弱攻强受的人设，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海棠攻吗？请问小圆的痔疮真的治不好了吗？海棠能反攻吗？那么请两位作者大大解答一下。这个故事因为一开始就是胡光来找我，一人选一个视角，然后想大家两个人一起写着玩呗，然后我一开始就定了受视角，他一开始就定了攻视角，所以李海棠从一开始就是受，宋小圆从一开始就是攻。至于痔疮这个是胡光的神来笔，这个得听他说。那么负责痔疮应该不是我神来一笔吧，但当初这个不是你写的吗？怎么会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吗？是啊，我没写过痔疮，这块是你写的。啊，是我先写的痔疮吗？是的，是的。哦，我记得好像是，哦，我知道了，我这个应该是你跟我抱怨过你有痔疮是这样吗，然后我就顺手写进去。真的是我跟你抱怨过好吧。我没有痔疮，反正那类似就是这样了。这个是两位作者开始了自曝黑幕什么的，这个大家可以选择性的遗忘哈，具体怎么回事大家应该心里也有数了哈。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问我们编剧玲珑的，原文是双视角编剧有没有觉得改动难度特别大？啊，有，觉得特别大，特别是到后面，就是一开始呢，前头开头我觉得还好，我当时跟云妞还兴高采烈的说，来，咱们来把这个剧给做了吧。然后那个看到中间一部分，就是大概过了半小时，我要去找云妞说，我想我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我觉得后面好难改。然后后来那个做的时候，那个双视角其实它还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嘛，所以中间。真正到做的时候没有想的时候的感觉难度那么大，就所以还好，就是整个综合来看觉得还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哈，我们是问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策划呢也是整个的这个主题曲的词作，所以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策划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个主题曲的ED，创作歌词的时候呢是有什么给你灵感呢？啊，你太了解我了，知道我是主业填词，所以第一个就问我这个问题是吗？
是的，因为做足了功课。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那样，就是当时是画室给了我三首歌，然后让我选，因为我实在是对曲子这一块特别不敏感，所以我就找他要了三首歌。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说觉得那个，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是先抑后扬的，就最后肯定有一个幸福的一个结尾，但是前面是比较压抑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前面稍微安静一点，然后后来整个高潮拉上去的那种曲子，就现在大家听到的那个未完待续。至于词的方面是，其实我最近才去翻了一下，原来有第一版的词特别烂，然后可能后来改了，陆续改了两三次，然后就是现在的最终版，我觉得还挺满意的。那我正好是想问一下那个小信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ED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平常的时候也经常唱这首歌嘛，所以我会觉得里面这个挺难唱的，你当时刚唱的这个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是说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方面？比如说海豚音啊，比如说这个词的这个吐露嘴的程度啊。这词是严丝合缝的，我唱着就是很好，第一遍就顺下来了，没有问题。只是当时我跟那个平牛说，我说到那个就是到 bridge 那个部分最好是能换一个开口音，因为那样可能唱高音的话比较方便，结果那个高音还是没唱上去，所以我就改成用海豚音唱了，所以后面才有了这个海豚音。哦，因为我唱的时候觉得那个海豚音特别好听，但是吧，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是就是说原版这个歌里面就有了？原版这个歌里面是没有的。原版这个歌里面是没有这个音的，它是用真声唱上去的，但是那个真声我唱不上去，所以我就用海豚音去给它替了。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的，我唱不上去怎么办？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歌的话，它当时是小信给我那一版干音的话，根本就没有反。是直接就给了花花去做，然后花花做这个歌一边做一边狂哭，哭了一晚上，然后之后每次提到这个歌的时候都跟我说那句飙高音上去的太好听了。啊，是的，确实是非常好听，这也是啊心里的白月光。那么好，下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我们全体的 staff 和还有 CV 们的，就是大家觉得最就是咱们这个两口子第七年听完三期之后然后比较喜欢哪一场戏，觉得哪个人配的最好，自己的角色呢哪一场是最难配。那我先说吧，我最喜欢的那场应该是大结局里面，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游乐园那场也是我觉得稍微有点就是说不好把握的一场，因为什么呢，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和烦恼就是都解决之后，两个人真心体现出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就是比较，不是说比较难把握哈，就是因为整个的从那个倒数这几场我反过不少次的音，然后里面的那个这种幸福的感觉要洋溢出来，这种感觉不太好把握，所以就是我反了很多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出来这个成品的结果是我比较满意，然后也是我觉得是最难配的。觉得哪个人配的好，我觉得这个不太好说哈。其实我觉得程峰配的真的挺不错的，那个因为之前听过不少，你说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再这么说下去。那个就是你都已经这么表扬人家了，就是程峰你不出来那什么回应一下你们家小然啊？不用回应啊，那我继续安静。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好吧，我说完，那个我是因为之前也听过程峰不少剧，所以就是觉得，能他在这个作品上嘛，在
对于这个整个情绪和旁，就是这个 OS 内心独白这部分的表达上，我觉得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能体现出他另一种深情，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握和内心的一个把握的，就是跟以前是不是特别一样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是觉得他在这部戏里面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个，那下面谁准备好了？你们，策划你先来。就那个，如果说是剧，其实我每一期的话都听太多遍了，听二三十遍。你让我就是特别选哪一场，我特别喜欢，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是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最后第三期的时候我是听哭了的，就是这三期里面是真的听哭了的。嗯，第一场的话就是父母那个地方，就是海棠回家找父母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最后一幕的时候，两个人就交叠出来那个感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顺便说一句，很多人就很关心最后那场戏是不是现场东东跟陈峰对戏的，我可以直接在这里说没有，他们两个从头到尾没有对过一场戏，都是自己各录各的，所以最后那场戏的效果真的是好到爆。你不要夸我，你说一说那个到底最后怎么，本来不是第一次的时候一直都合不上去吗？好吧那下一个是程峰，你准备好了吗？我这边看你是第一个。能不能让玲珑先说呢？他肯定他准备的比我久，让他先说。不是你这个，对你比我先准备，就是我还得再过一个准备的时间。你这个不对，你这是不对的。那个，我其实说实话，就是说第三集给我的震动很大，但是其实我对于整个剧来说，我一直在我脑海里头，就是一说到这个剧，我最记得的就是李海棠的那段爆发戏，就是对那个陆翔妈妈的那段爆发戏。我记得我当时写这一长段剧情的时候，因为第七年本身就是一个它有很多神神叨叨的嘀咕和独白，然后在这一段来说，可以说李海棠在这一段的情绪上的爆发是相对来说在表象上是最强烈的，所以我当时还在想说这么长一段我回头肯定得说好多遍，或者是说着说着就嘴瓢了怎样的。但他这个当我听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听到这段话，我完全没有站在导演的角度觉得说哎呀这个也情绪不到，哎呀那里怎样，就是完全就是好像一个真正的就是那种就是单纯的听众一样去听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CV 的表现力来说真的是蛮棒的。然后所以我是当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包括说这一整场戏给我的感觉，我觉得都挺震动的。他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其实是下意识的借着这样一个爆发，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第一次就是很放肆的表达出来的。所以说到这个第七年整个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幕还是这一幕。那策划你补充那我只补充一句话，就是那个爆发戏的地方，其实陈峰第一遍就录的时候就过了，但是没有办法用的原因是他爆麦了，情绪太激烈，所以全是爆的，没办法用，只能反。是，那陈峰你呢？我的话应该是这个第三期后面，就是和。和那个陆响的那一段对话啊，因为说实话对我来说的话，一般的情绪比较大的地方其实不算特别难的地方，但是要比较温柔的说话是比较困难，然后所以那边的话一开始配的就不是特别温柔，比较吓坏小朋友的那种配法，到后来是稍微改过几遍才那个，而且那一段我觉得那个小冷配的特别特别好啊，就整个是把一个这个天真无邪的弱智青少年描绘的入木三分啊，所以对我来说是那一场的那个印象是最深的。那刚才已经点到小冷了，老严，哎，我在啊，
你谈一下吧，你对于这三期，然后哪一场比较印象深刻，然后觉得哪个里面比较难配？我觉得最难配的应该，在我看来应该是爆发戏，然后是乘风的爆发戏。而最喜欢哪一幕，我是最喜欢的是第三期乘风回去，不是乘风回去，我们的宫回去和父母做交流的那段。啊不是啊，他不是怎么啊好吧好吧，他是瘦啊那就是我们的主，你想这个角色是本色出演你妹啊。好吧，就是说那个海棠回去跟父母沟通那段是最触动我的，因为我觉得这方面就是说这场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在我看来。嗯，那好，那我再问一下我们的亲妈，然后就是我们的胡光和山色，你们对于这个三期来说，然后哪几幕是比较喜欢的？先山色。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幕，一个是第一期，李海棠和这个陆小妈妈对飙戏的那一段，然后还有第三期其实每一幕都挺喜欢，但是要说选三期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陆想和李海棠最后关于机器猫的那一段对话，因为我觉得这一幕完全是闲笔，但是最后变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这个李海棠和陆想是一体两面的两个角色，然后那一段是我第三期真的是听得哭到不能自已的一段。然后最喜欢的 CV 也是冷言大大和乘风大大，所以怎么说呢，这一段真的是不能说是还原了我心里的那一幕场景，可以说是超越了我心里的那一幕的场景。好的好的，点赞点赞。那么胡光呢？我比较喜欢那个第三期靠后面，就是那个他们去游乐园之前的那一段。一般我比较喜欢听的那一段是我不需要很集中注意力去听的那一段，因为我经常会听差了那些东西，一旦太注意去听了就容易听出问题，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轻松的段子。然后整个三期其实都还蛮棒的，就是还是我个人的耳朵问题，经常会听出一些大家没有听到的东西，所以我偏向喜欢那种轻松向的。这样。哦，这样子。那么下一位是风雨呢，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幕，自己配哪一幕比较难？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整个咱们这个剧，我好像就是当时这个剧第一期出了以后，然后呢，然后好像玲珑就是说咱们那剧出来，给我 Q 我，然后我说这个剧我配了以后我不想听，因为冲这名字我也不想听，然后但是呢，我到整个三期都出完了以后，然后我想，哎呀，这好不容易有一个完结的剧了，那还是听一下吧，我就从头到尾听了一遍。那我只听了一遍，我没有再听第二遍，因为，因为我本身不想听这个剧嘛，有一些原因嘛。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剧都非常，就是它的这个描述的这些情节吧，都特别的真实。然后我是含着眼泪听完的这三期，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所有的 CV 表现也都非常的出色。那对于我来说，最难配的就是那个。就是他们说那个大出血那个吓一跳，因为我不太会那个，就是特别大点大出血啊，对，不会，因为我本身嗓门特别大，我稍微声大一点呢就爆麦，我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我要喊的时候，我好像都我是在我把这麦放在屋子的，就是靠阳台的这头，然后我在我这大屋的门口录的这一段，好像是。其实你也配得非常棒，我觉得
完全配出了长子的萌点。然后是我们的吴小山，陈小西同学。小西，我在呢。最喜欢的一幕就是，李海棠所有的独白我都蛮喜欢的。李海棠所有的，从头到尾所有的吗？就是内心的独白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是有共鸣吗？还是说？因为能，就是因为很能感染人心啊。一个好的作品，首先一定要感染人心，对吧？就是有那种，就是一种心内心的共鸣，是吗？对啊。你今天好气质。小新其实不想承认，就是其实那一段他被打的那一段，其实也蛮好的。那个、好吧，最难录的就是被打的。好吧，其实我觉得那个，对，明明我觉得那个也应该算我比较难录的那一段吧。嗯，因为那个里面是有最后一句话嘛，不是喊海棠嘛，然后那个地方我录了能有好多遍海棠，我都说不行。那么好的，那下一位是我们的我们的弟弟。我是那个，其实我是在配这个剧之前，唱这个ED之前，我是看过文的。然后当时看文的时候，我在地铁上哭了，是李海棠回家的那一段，就是他整个那一段的内心独白的那一段，我特别喜欢。所以剧里面这一段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我听剧的时候哭点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李海棠和陆翔两个人在医院里面机器猫对话的那一段，给我印象特别深。真觉得就小冷表现的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是我见过这么多戏里面配这种角色配的真的是呱呱叫的人了不起。这个不是在黑你，是真的，这真的实话实说。然后我发现了，就是你先说。还有一段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就可能对，因为之前我一直以为说会让我去配那个风雨 CP 的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助手是吧？对，我后来发现要配那一段好难。姚科觉得要配那一段好难，就要一边好像是让人给你上药的那种，然后就嘶嘶啦啦那种疼的那种感觉，那一段好难。我很庆幸我没有配那一段。没事儿，你在这里面配这个孟小恒也表现得非常好，大家都夸你这个特别能配出了1v5还是不是1v7的气质啊。下面就是我们的林妈妈，是芷哥。芷哥你现在能说话吗？不是，我在想说那个，如果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听，你们会不会削了我？那好吧，我就是自认为是你最喜欢你配的那幕好了。所以我基本上我听的应该就只有我们那一幕，然后我就应该是唯一印象深的就是那个我儿子那个哭戏，因为我当时按照他那个录音，就是我基本上是用的那个小宁当时做的 demo， 然后按照那个 demo 来录的，所以就我应该确实是只听了那一块儿。好吧，怎么还是我那一幕呢？还是你最喜欢你自己录，我就好纠结了。好了，我知道。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后期小宁。小宁，你喜欢哪里？最难做哪里？哪里比较难做？难做啊，就是动态场景特别多的难做啊，比如第一幕那个推倒那里啊，那里叠了好多音效，而且难做的话，就那块卡 BGM 有点麻烦，就一开始想用一个一下子。就是有他有不断的那个音乐那个情绪很激动很激动，后最后哗一下掉下来，想找一个这样的，结果没有找到，最后就把音乐在这里强断了。哦，
哎，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就是据说你这个剧里面所有的这个音效都是你自己去录的，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那个沙发倒了呀，为什么说倒了呀，是你怎么弄的？我自己录的音效是环境音，然后那些效果音都有的是录的，有的是就还是音效库里找的啊。哦，就是没有把沙发推倒什么的，走的没有，不过就是那个就是床上那些那种什么事儿是我在床上什么的啊。对，就是他们在沙发上弄那个嘛，那段的音效好多就是摩擦什么事，我是我在被子上弄的啊，就这样子。嗯，哦，是一个人。然后我最喜欢的你好烦，我最喜欢的一幕是那个就是那个淋雨回家的，然后就是跟爸爸妈妈关系有缓和的那一段，我比较喜欢那一段啊。对，然后就那段本身感觉就很感动人，然后公哥那段哭的实在是太棒了，然后那段反正 CV 的又很给力，然后那段 BGM 当时也是我囤了好久的，然后终于把它用掉了，然后所以好开心，然后就这样。后期的症状之一，这个 BGM 不用掉真的是心里好难受啊。这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策划的哈，把我们策划拉出来了啊。请问催音有什么诀窍吗？想问一下是怎样带动全剧组积极性的，催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很囧或者很搞笑的事情？其实催音的话这个不能我一个人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期第二期其实人都是春风跟玲珑帮我找的，一半一半，基本上不是我自己找的，然后到后三期的时候才慢慢的那些音是直接交到我手上，就像比如我们陈小西是吧，他的所有音都是春风负责的。然后就是催音的方面的话，其实就是大家都挺自觉的，我觉得，所以咱们这个剧速度才会还挺不错的，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这里。然后至于搞笑的事情，其实因为基本上都是各自录各自的，然后我就反本，就是把本子给他们去反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唯一一场有意思的就是大概就是当时跟冷言第一开始的时候是定那个怎么样弱智这个东西聊了很久，然后再就是可能跟小信的那个第一次录那个小恒的时候，是我给他完完整整的给录了一遍，然后发的音频给他，我照着那个本子去录的一遍。我记得我好像还有被现场啪过是吧？现场是第二期的时候，你有一次是全反，然后是我跟玲珑两个人在，然后你全反了一次。第三期的时候是我跟小宁两个人的，就跟你那边可能反音的时候过了一下，啊、对对对就没了，没有现场了。哦，对对对。那么下一个问题哈，这个是问我们编剧玲珑的，记得原文中关于陆念与李海棠的这个部分，它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相互之间有好感这种端倪描写的，但是剧中呢好像把这个完全抛弃掉了，就是玲珑你是怎么考虑这部分情节的呢？你也说是端倪吗？端倪就没有下文了吗？那没有下文的话，它在整个剧当中其实是有一点和那个就是小 C 的那个角色就是有一点呼应的，就是说其实双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点诱惑，但是因为他这条线发展的实在是你知道就夭折在暧昧当中了，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直接就把它砍掉了，因为在这一段当中我觉得其实那个陆念是跟着陆想出来的一个角色，我怕他的戏份过于的就是过多的话会强调就是会太多枝节把那个削弱掉这个就是那个想想的那个戏份，就是想想那个冲击力相对来说就要削弱掉了，因为这种角色的情节感染力相对来说还是希望他有就是集中一些，冲突啊什么的都集中一些，而不是就是这里有，因为作为文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让人有遐想的空间的，但是作为剧来说，因为我必须得抓着听众能够去关注一些很集中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所以我当时想着就是把这一段暂时给去掉以后，就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想想和这个海棠这一块整个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那个陆念同学就这样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哦，这样子。那哎，正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问你的，这个我就一块问了吧。原文之中呢，就是有一些细节，就是作者没有太描写，比如说就是小信，就是那个孟小恒他骂那个小三的那些话，加的特别到位，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加的呢？其实我自己已经忘记了那段，就是骂的那段话是我怎么了？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段话，我说了会不会被打呀？就那段话，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骂人，然后又要我自己去编，我又编不出来，然后我去稍微百度了一下，看别人是怎么骂的，然后就剪接了一些进来，就稍微剪接了两句，然后我自己就照着别人骂的后面就发挥了两句，就这么凑出来。这样要剪掉吗？我觉得不用，正好我还想问小信哈，就顺便把这小信这个问题过了。小信，你骂你就是录这部分的时候，你骂的爽吗？是一遍过的吗？你这个。因为最近看你的画风，你也是比较犀利的画风，你是因为录了这个所以就变得如此的犀利吗？没有，我本人就很犀利，然后这一段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一遍过的，虽然我在第三期里面也有部分台词是反的，但是骂人的部分是一句都没反的。哦，好的，果然是这就是你的本性露了出来是吗？没有，我本性是反的那些。好吧，说到本性哈，那我们就来问一个关注点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问我们冷言的，就是配一个弱智，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本色演出？是怎么理解陆响这个角色的？是不是觉得自己跟他特别贴？这次演了这个弱智儿童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梦吗？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呢？还会接这种角色吗？好，一口气问了好多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当然这些问题里面有调侃的成分在，至于配一个弱智角色有没有觉得是本色演出，像我这么知性、高智商、高情商，然后小清新，哎，反正怎么可能是本色呢？我觉得这。你理解错了，我肯定不是本色演出。然后这个角色的揣摩呢，其实挺难的。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我说头一次遇到五句话，录五句话比录五十句还难的角色，其实当时说的就是这个。然后我是跟袁妞探讨了很久要怎么录这个角色，然后最后是从他的表现和他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对，消黑就是说，没有，就是从他的帮助下，让我理解了一个弱智应该去怎么演绎，最后把这个角色定下来了。嗯，好的，袁妞他黑你，好吧。那么啊，对，刚才还问说那个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感触最深的就是。首先两点吧，一点就是三次元中可能这个七年之痒的问题对我们应该是有一定启发的，有一定感触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跟家庭方面吧，也是之前说过说哪场最影响到我，也是和父母方面的，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我认为的最成功的地方。以后还会接这种故事题材吗？肯定会接啊，有合适的我都接。大家知道没有？冷艳以后还会接弱智的，大家快去找他。嗯，对，到时候我会再去跟云妞这个学习，取经。那好吧，默默的又黑了一遍我们的策划。那么，下一个问题哈，我是问我们吴小山同学的。是问，小西觉得他，小西你觉得你跟我谁更攻？然后你现实的理想男友是孟小丸这个类型吗？我觉得咱们俩差不多吧，平分秋色是吧？
是吗？现实中的话，现实中呢，那个孟小媛还是挺招人喜欢的类型的。嗯，那你会喜欢就是？会啊，像他那这样的人。对啊，会喜欢啊。怎么办？突然不好意思。人家又没说会喜欢你，你秀四个毛线？就是啊，你好不要脸啊！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那我就带东东问一下，他等一下一定会问你的那个问题。小谢，我问你，就当时陈梦去找你接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弓吗？妖孽弓吗？我不知道啊。陈梦当初找我的时候就说是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小作家呀、啊，然后问我接不接，哦、然后我就说那就接呗。对啊，看了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哎，这是什么？然后你录那一段的时候，你懂的，你懂我说什么。你录那一段的时候有心理压力吗？嗯、就第二期后面，就单期前面那段。嗯，压力还是有。我从来没录过这种强插的这种戏。然后就是，反正挺勉强的录了下来。有这么勉强？你看大家都是表现的效果很好的、那个、我插一句话，我想问一下你喜欢那个古风特别版吗？啊，古风特别版，就他第三期的时候做了一个古风版的，就是你跟李海棠对峙的一个场景，然后两个人这个，哎，这个我怎么没听到？小新，你回头一定要去听一下，可爽了，真的，你听到最后一定会觉得很爽。哦，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共同建议。是放在证据后面吗？我怎么没听到啊？第三期它是另外一个音频，另外一个音频。啊，打包是、哦、说的吗？番外，然后你回头可以听一下，然后相信你。回头把地址给我。会感谢小宁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顺便问一下李海棠，也就是程峰，为什么会选这个文？当初看文的时候，你最喜欢的角色是李海棠吗？还是说配做剧才配这个角色呢？嗯，为什么会为什么会喜欢还是会选这篇文？我其实时间有点久了啊，我都不是特别记得。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的话，应该是好像就是某个推荐帖里面，猎奇向推荐帖里面推荐的，然后我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去看的，然后就是他当时推荐的好像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攻受关系，是受比攻要攻，但是攻因为有痔疮不能受的，就是这么一个猎奇推荐帖，然后我就去看了，看完以后就那个觉得还当时是一直到看到后头吧，觉得很多情绪上的东西，还有这个这种双视角的这种模式，我都特别喜欢。特别是到后面，就是到那段强插戏之后的那一块的情绪爆发的那一块，我觉得特别带感。那角色的话，我当时看文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偏喜欢李海棠一些。当然做剧的时候配都不一定是说非配李海棠吧。我当只不过是。当时跟云妞说想做这个剧的话，并没有想我自己是一定要配的。当时我们只是抱着说是少找一个 CV 是一个 CV 的心理，就是要不再多找一个 CV 是，而且还得催音特别麻烦，我就说自己配。然后孟小媛和李海棠的话，我觉得我不是特别适合配孟小媛，所以就选了李海棠。对，当时海棠是他黑箱的，海棠是第一个定下的角色，是陈峰大大自己黑箱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孟小媛可能配的不会太好，所以就那个选了海棠。嗯，大概就是。哎，那我那个角色是第几个定下来的呀？第二个，就是因为肯定是定完了那个我这边以后，就想孟小媛谁比较合适嘛。意思就是说你看的也比较像那种得痔疮的是吧？这样问云妞，这个主要是云妞和玲珑定下来的吧，我记得找的最后那个对，东东是我托玲珑去找的，因为当时其实我现在的那个电脑里面还有东东当时第一版的时候给我的试音
他试了很多音，然后我当时直接就跟他讲说，你就用你最自然的最舒服的方式去录就可以了，人家有500个声线呢，是吗？不是啊，罗军，当时除了这个孟小妖，我是不是还试别的了？别的角色？我试过别的角色吗？他试过李海棠吗？没呢，没呢，就只有那个小妖这个角色啊。对对对对，就那个。那我接下来继续问一下那个程峰哈，那个你对于这个李海棠这个人物的把握和对于他对孟小媛这个感情的一个把握，你是怎么样考虑的呢？包括说是就是这些感情上的这些遇到这些事情，太哲学了这个问题，哲学吗？对，就是。那我就问简单一点吧，假如说别这么哲学，有时候就是说你成了李海棠，你遇到了就是孟小妍，就是发生这三期这些事情，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去做？你会像李海棠这样去做吗？不会，因为我跟小唐的，就是从本性来说，就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我比较不太可能会有什么不会。憋着，不会说憋着心，憋的心，对，然后也就是我不是特别纠结的人啊，如果就海棠这个人物来说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感同身受最多的确实是跟父母那一段，就是也是，就是可能会这种东西，这个部分是共鸣比较多的，但是在跟孟小媛的感情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因为确实是差的比较大，只能是尽量的去揣摩，因为毕竟是在他。因为家庭的原因，所以导致他本身有一些很压抑的东西，然后在情感上呢也比较不自信，或者是别的一些，只能是，但是具体说在配的时候怎么去揣摩，其实也并没有想那么多，你知道，我是感受派的啊，不是动脑子派的，就是看到觉得应该这么配就这么配了啊，没有想太多。是这样的。好。我们过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是问风雨的，是怎么样理解长慈这个角色的，还是说就是带入本色出演呢？现实当中也是这样洒脱和欢脱的吗？喂，风雨，我来了，我这个开麦需要一段时间啊。好好好，我觉得反正长慈这个角色应该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本色了吧。我估计现在听我说话这劲头应该和长慈也差不多啊。那如果你被别人纠缠死缠烂打什么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示呢？那这个分为两种情况。我要嫁给你什么？这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对方很帅，那我就肯定是欣然的就答应了。如果对方不是很帅的话，那我就躲远点。哎呦，就两个字吧，看脸呗。看脸。我没，我不是那样，我不是那样的人。呵呵。那你说有一个长得很帅的人，非得要跟你好，你搁谁不同意？望天。这个看脸的世界。那么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想问这个小宁的，作为本剧的完结后期，你有想配的角色吗？我对那个弟弟有一点感兴趣，我想了想，我好像也只能配那个弟弟了。弟弟有人对你感兴趣，弟弟有人对你感兴趣，表白了哈。要不然等会儿你来一段吧，好吧，等会儿来一段哈。好，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作者的，这一段哈，这个问题比较长，小袁呢有严重的痔疮，不能做零，但是呢，吴小山他是一个一，他在知道这件事以后呢，还求小袁给他机会，难道是要像海棠一样为了爱情勉强逼宫为寿吗？求作者大人回答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理呢？哎，我来吧，刚刚说什么？就是说，就是他见面第一面的时候，又不可能告诉他我有痔疮。
不是，但是大家后期不是知道那个小圆他是一了吗？他不能做兽了吗？那还要死缠着小圆，那是不是他就想那个勉强自己做兽呢？就觉得他的那个痔疮可以治好之类的吧。反正他在那个之前他是不知道他有痔疮的，就是他把他送去医院之前是不知道的。之后之后事后。事后他是本着一颗他以后还可以去做个手术啊之类的，然后就能够皆大欢喜的心态啊。好吧，就是先到手再说咯。对啊，先到手再说。为什么一直不做手术？因为没有钱吧。这科学科学的。你看那个莫小圆不是又供车又供房吗？所以暂时不是啊。但是如果是要做手术什么的，那李海棠不就是医生吗？他可以到他们医院打个折啊，内部价呀、什么的。神经病医院还要意念做手术吗？玲珑，你还到我们医院来吧，这不适合你。脑子还做痔疮手术？好吧，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还完房贷就没有，还完房贷和车贷以后就没有钱做手术了。那么正好有个问题是想问小 C 的哈。就是说假如说现实中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但是人家已经有主子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是放弃呢，还是像这个角色一样争取一下呢？就放弃啊。就是在对方身边默默地做个朋友就好了。哦，这样子。唉，果然果然跟我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吧，我觉得。嗯，这就是真爱啊。对，然后我因为我也是主持人嘛，所以也有很多想问我的问题，但是我主持人不能我自己来问自己来答呀，所以就委托一下我们的场控小宁同学能帮我问一下。我怎么又变场控了啊？那我是一口气把你所有问题问完吗？不问一个就行，先问一个你觉得最你比较感兴趣的问题。那个就这个你声线其实挺多的，然后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个比较瘦的这个声线，哦，又萌又瘦这个声线来录这个痔疮功，你是当时怎么考虑的？我其实最开始声线不是那样定的，我觉得因为那个香他给我留的就是留的空发挥空间是还是攻为主要属性的，然后刚开始还是比较攻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后来呢好像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突然就变瘦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呀。我失忆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不知道，反正第二期开始录的时候就可能稍微有点瘦了，然后一撒娇可能大家就觉得瘦的不行了，就没办法拉回去了，然后香就告诉我第二期那个有点瘦，你在第三期再往拉了。那个是第二期到第三期的时候你在调整的，但是其实整个来看的话你那个声线还是比较就是用的比较瘦一点的声线的那种的，你还是瘦一点的，瘦一点、就是、可能是有些语气要撒娇那么念出来吧，因为平常的时候根本就不会那么撒娇的说话，所以就是一撒娇起来就变成那种情况了。好，再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你看嘛，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就说，感觉你比原著里的小圆看起来更爱撒娇更瘦，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然后你这么萌的那些台词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怎样？然后第二期那个么么哒是怎么想的？我没有比小圆更瘦吧，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攻的啊，大家要有一个雪亮的双眼看待我，我不是那么没有节操的一个人。关于第二期的么么哒呀，么么哒其实是他自己冒出来的，本来呢就是那天
是第二期啪那个在 YY 上啪这个第二期反音，然后吧某人他就过来，就是露了一个面之后他就要走。走了之后呢，我平常跟他说话的时候，一般打电话或者说平常在那个就是聊的时候，他要走我就跟他说么么哒，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就啪到那块，然后我就说么么哒，然后就觉得挺合适，哎，对，就么么哒吧。好吧，哦，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个这个被小 C 折腾有什么感想？那场是不是挺难录的？其实刚刚。也有稍微提到这点问题哈，那个被小 C 折腾了，能说就我这种人还有人想推我吗？我真的是受宠若惊。强暴其实不是很难录啊，大家我今天打广告哈，大家请期待我下一部剧有被那个更激烈的那什么那个那段掐了，不要这样。我不说话，我以为你去找那段的词儿，我以为你要现场呢。好吧，那我替听众们求一个现场的么么哒，然后你的问题就暂时结束了。等走了的时候再那个么么哒吧。现在先过，先这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问到呢问题。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那个美工老瑞同学，但是因为他有点这个个人身体上的，不是他有点不方便，然后就没有办法上来嘛，所以就麻烦我们的程峰帮我们念一下老瑞这些问题的答案。好，那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哈，问一下，请问本身就是学美术做设计的妹子吗？有妹子这一句吗？没事，我找一下。看怎么说的啊？蓝字上说，闲长可以去掉定语，只读主谓宾啊，那就是答案就是，哥明明是赤脚大夫啊，没了。啊，太过分了！你竟然给我省字儿。后面说的呀，可以去掉主。不要省嘛，把完整版念出来啊。好吧，哥明明是天桥底下刻章办证算命代驾修电脑卖保险专治不孕不育包生双胎的赤脚大夫啊，刚给我没时间看。好，这个还可以生双胎吗？那么第二个问题哈，请问怎么想到孟小圆这个人设的？其实和我刚才想象的有一点差距，不过一旦接受了就还挺带感的。美工大大说，看完剧本以后我觉得这个人约摸是个什么怂萌的角色。怂人应该有个八字眉，然后策划说孟小圆应该要有点时髦值，所以我打算给他画个墨西干，结果草稿到线稿到彩稿这么一层层折打下来就是现在看到的了。墨西干是什么呀？就是头上竖起来的吧，大概是，就是那个墨西干头。哦，这样子。中间竖起来。那么那个第三期 Q 版那一脸血是怎么想到的呢？捉奸在床下面接的难道不应该是杀人灭口吗？这是我心中的正义结局啊，你看那灰掉的人生和死透的燕山。我已经能感受到老瑞心如死灰的心情状态。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把这个剧的精髓提炼出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简直不能更贴，鼓掌。策划大人是怎么啪回你的海报重画的头像？翻了一下策划和我的聊天记录啊，应该是和美工大人的聊天记录，在第四页第一期看完剧本画草稿的时候，策导大大用撒泼打滚耍赖卖萌割地赔款的方式啪的，不支持我的正义却要求我支持他的正义，为了成全他的正义而答应一起放出我的正义，这样的形式，其实有人能听懂吗？好吧，总结来说的话，就是我和美工大人的拉锯战，就是你不同意我，我也不同意你，然后最后没办法，然后他就画了，就我的需要的他需要的都放出来了，就是二期三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哦，这样子。好，那么下面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哈，是问我们牧野信大大的，求问你那个海豚音是怎么练成的？就使劲吼就行了。那吼不是，那要吼很长时间吗？还是说具体怎么样的训练方式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很简单，你就是先找到你的假声位置，然后一点点往上唱就可以了，就这样就可以了。突然觉得这个有技术的人真是好吃饭啊。下一个问题哈，问我们小 C 的，假如说这个是，就是吴小山在，两口子青年中不是写了一本《红莲白日》了吗？如果是你写的话，会写什么样的内容呢？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仙妖狐鬼的那种小说吧，然后红莲感觉跟佛教有关了。如果是我写的话，应该是那种和尚跟妖精的那种缠绵悱恻的爱情。是那种聊斋之谊的这个。对啊。是耽美情节吗？耽美情节，耽美情节我一定会去买的。我喜欢这种设定。好，那个香儿你要说什么？我是准备说，因为小七他给出了一个他自己想的那个版本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当初这个文里面写这个名字的时候，作者大人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可以为小七揭秘一下。这个其实就是随手打的，然后好像有说过，我写那个吴小山的时候脑补的是郭庆良，你就可以脑补一下这个书可能就是郭庆良的那个明媚忧伤四十五度角。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的长风大大的，这个问的好理性啊。我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说，李海棠呢，他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那你对于这个细节情绪的处理是怎么考虑的？比如说那个独白啊，或者说是那个啜泣啊，或者失声痛哭啊，就是表现的都非常棒，就是因为有相同的情景，然后让你带入了这种情感进去吗？没有。这个，那你像这种情绪的表达，你是怎么考虑配的时候会想什么吗？还是说就是直接就进去那个场景了？没有，我配剧的时候脑子都是一片空白的，特别是需要什么哭啊这种，都会缺氧，没有什么可想的。就是。对啊，他们都问你是不是真哭，你真哭吗？没有，哭不出来。我从小到大我很少哭，哭不出来的人。所以我实话说，我有一些比如说需要哭加台词的，我是努力的想哭，但是真的哭不出来。我会前面准备很多，然后我想，哎呀，如果能真哭出来那可能好配了，然后发现都是白费功夫，然后最后之后还是就这样吧，假哭。但是确实是大家对你这个情绪的表达，就是觉得都特别的真实，而且特别的喜欢这些地方。具体里面好多人都留言。那么下一个问题啊，是问我们风雨的。风雨，你对于长词的职业是怎么看呢？有没有想要去尝试一下卖什么成人保健用品啊之类的？雨啊，又到我啦。啊，对。对于长词的职业，刚才你问的啥？长词的职业怎么看？想不想尝试一下长词的？我倒是也想尝试，但不知道从哪儿进货呀。开网店
好吧，开网店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进货。阿里巴巴。哎，记得。玲珑你好懂啊。我是。不是淘宝的都是从那儿进货吗？我记得我原来开过网店。原来那个。原来就买过。对，原来干过这一块儿。哦。原来卖过。买过衣服，不是这个。啊、是衣服。哦。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看看，差不多了，其实，这边的问题，那么还是问我们程峰的，如果可以选择，你会喜欢做海棠这样的，还是小圆那样的？剧中的小圆特别会撒娇，请问你现实生活中喜欢向别人撒娇吗？会的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撒娇？不会，不擅长。如果这两个人。你要从生活上来说可能还是小圆那样的吧，倒不一定是他的性格，就是他比较幸福，相对来说海棠那个生活太坎坷太多啊，实在是坎坷太多，但是撒娇的话不行啊，基本上不太有啊。啊，其实我是觉得海棠和小圆这两个人的性格也都不是特别真实，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极端。对，现实生活中应该没有这么极端的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能在一起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啊！我觉得互补吧，啊，这互补的有点太那什么了，可能我们周围还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类似的人，可能说他们身上，的性格放大的一面，可能更像是海棠或者小圆这种吧。我觉得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哦，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冷言的，冷言你在吗？你有没有想过配吴小山这个角色呢？想过呀，我觉得那角色可能比较贴我。想配合比较贴我现实性格的那种。你指哪方面？是指对于感情上比较那种积极主动呢，然后去争取啊，还是说是那个什么？没有，我觉得比较贱。好吧，当然不是说带贬义的，但不是说带贬义的那种，就是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会就是说怎么挣扎都会起来那种是吗？啊，原来你心目中的吴小山是这种性格吗？没有，我是给你提炼升华了一下。啊，没有，不需要升华。其实我个人比较想配这类的角色，我觉得比较好玩，配那种比较平的或者比较弱的，我那个啥，没有特别特别喜欢配。然后我对这个角色还是很感兴趣的，但是那个小 C 配的。特别好，然后我听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那以后有这种相关角色的，还是就是那种类似这种，渐渐的，也是会就希望各种策划过来说你一下。对，说实话，我就是喜欢配贱人，各种贱人。好吧，等会儿咱们慢慢交流一下，就关于这个。好，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后期小宁的。第三期有好几个地方音乐一起马上就开始哭了，做后期的时候到底是试了多少 BGM 啊？选曲剪音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吗？就小宁那个 BGM 的话，就是我是先整个把 BGM 包听一下，感觉我差不多就扔到备选里面，然后做的时候就那个先把对话大概排一下，然后把那个音乐贴进去，然后差不多就继续往下做，不行的话就换。然后试的 BGM 换的比较多的，我想一下，第一场换了很多，就是他们两个那个就比较激烈的那场换了很多，然后剩下的后来我就很多就是后来我看剧评说比较泪目的那几场，就基本其实都是一次定型，没怎么换的。
所以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基调定了是吧？对，不也不是，就是说就是刚好找到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刚好找到了，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不做，就找不到 BGM 就卡在那里了，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就找到了再继续往下做，所以我每天都在卡 BGM， 特别痛苦。然后剪音的话，剪音困难其实倒还好，就有几个地方比较麻烦，就是我想一下，是那个这里，就是那个机器猫那场，机器猫那场，因为是反应过来之后，它的节奏跟第一版的 demo 节奏不一样了，就是好像语速是变快了一些，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把 BGM 的位置卡好了，没有办法重新全部重排卡了一遍点，然后就属于先重新做好，把重新做好全部打散，然后再又做了一遍，然后那个就是妈妈，就是妈妈哭的那一段也是，就是公哥后来说真哭啊，就哭的抽啊抽啊抽啊的，里面有好多那种音，然后听着比较真，会把它留下来，所以那段是节奏变缓了，又把它又撑开了，全部撑开了，然后最后反正也是就卡音乐比较麻烦，就这个地方比较麻烦，其他的就都还好了，就是总的做起来还是比较顺的。对，就是要强烈推荐一下泽野大神的曲子呀，是太好用了，卡节奏杠杠的。好，我简单那个解释一下，那个公哥呢是我们的试纸哥那个大大，他被我们小宁那个戏称为公哥啊，就这样子，大家不要以为是什么汉子啊之类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我啊，不是呸，不是我，下一个问题也是问我们的小宁的。什么契机开始做的后期呢？是喜欢做后期呢，还是喜欢做 CV？ 后期啊，就是喜欢做后期啊。什么契机？就是一开始我朋友唱歌想找人做后期，然后我就一开始学那个歌曲后期，学啊的就慢慢拐道去做剧啊，就开始囤 BGM 囤音响，就开始做剧的后期啊。现在就是两个都在做，然后兴趣喜欢，那肯定是喜欢有兴趣才做嘛，不然的话就还比较花时间。那哪比较喜欢？那就是喜欢做后期多一些。我现在基本，因为我现在那个新电脑比较有问题，基本没法录什么东西了，就只能做后期了。不是因为我吗？算了。啊，好好好啊！刚刚的那个回答全部删掉啊，要剪掉。其实是因为东东他太爱录剧了，然后就每次会有很多很多坑，然后我看着就觉得好心疼，然后就啊，我的东这么努力在配剧，怎么能坑呢？就我一定要帮他填坑，他录一个我就填一个啊。但是后来发现他实在太勤快了，我填不过来了，我就只能尽力了。就是如果他的那个剧里面的 CP 我比较喜欢，我就顺手接一下，不然的话就啊无所谓了，就是这样子的。好的。好的，顺便说一下，小宁现在已经不接戏，不要因为那个我们小宁好欺负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的长风的，是这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就是问，我觉得问长风的问题都是特别深入的，关于角色的这种理解性的。特别纠结，我去，都大段大段的。然后问你是每一期都有特别多的独白和对话，问你那个录完一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发生过录到一半录不下去的感觉吗？一期大概是2到3个小时吧。2到3个小时。录到一半录不下去，其实是第三期有过一次，是录完了然后保存了以后，然后传给于妞，然后只剩下一半啊，然后剩下一半是后面补的，我忘了是剩下前面一半还是剩下后面一半了。还有这么虐的事情吗？当时录完了以后到机器猫是吗？当时是 对到机器猫，是机器猫之前的没有了还是之后的没有了？是之前的没有了吧，我记得是一直到后面都有。好像是后半截。 对是剩下了后半截，前半截不知道为什么保存完以后就消失了。然后后来又重新补录的，其他的倒是没有发生过，但是有出现过，就是因为这个录剧比较有时候比较看状态，有时候经常是一个剧
录像这个剧有好多次，就是可能录大概录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发现状态不对，然后就会把之前的全部删掉，然后就不录了，就会放下来，然后可能过两天再开再录，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可能所以可能会有5-6次这样的情况，才能找到一个录的感觉比较好的，就会把它一次录完，但是不会说是今天录10分钟，明天录10分钟这种情况没有。哎，对，还有一个问题，他是问你，如果说是，身边有李海棠类似性格的朋友，你会去怎么帮他吗？嗯，这种是就是这种性格特别纠结的，然后走不出来自己抑郁的地方，就是这种朋友的话，你会去帮他吗？要看是什么关系了。如果只是普通朋友的话，就管他去死；如果是死党的话，大概会比较花功夫帮吧。但怎么帮的话，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事儿，其实说实话很挺难的，只能是多聊聊天，开导开导或者之类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办法。还是需要人家自己从他这个状态中走出来。我的问题好像还有四个，还有四个，哪四个？就是从4到8还有四个。4到8是吗？好，那要不然我问吧，就想问一下瓜姐，知道自己在剧里面可以攻了成功，有没有小开心一下？然后生活中的话，你觉得你性格是比较贴哪个人物的吗？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去做像小圆那样一个就是简单快乐敢爱敢恨的那样一个人呢？首先是在这个剧里面攻了成风，我觉得挺开心的。毕竟说这个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看我 QQ 的签名哈，是怎么回事。生活中可能性格更接近于，可能是更接近于海棠，因为我在跟大家在那个网上的时候，我不会是把平常就是内心那种就是特别烦闷的事跟大家分享，反而我是觉得既然都在一起玩嘛，就开开心心的，就不会说把那些就是想来想去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大家说，所以就三次元的时候可能更像海棠一点。非常想像小圆那样，就是能把自己想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可能说我自己考虑的东西太多，然后就不太敢说出来。三次元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觉得以后的话，如果你接的话，还喜欢比较倾向于接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像小圆这样的，以后还会接吗？萌工，萌弱工，萌工我觉得是有点可遇不可求，反正就是因为小圆的确是在这个状态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状态的，可能以后也有类似的角色，但不会像小圆这样，就是说真的我配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是脑子放空，然后每一句都可以这样洒脱的说出来，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有那种感觉，可以那么说，不知道下回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说痔疮功这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吧？明明重点是萌功啊。没有啊，就公屏上面一定要有人让我点出痔疮功啊。那我能怎么办？好的。哎，话说我还真没表情，算了，这种话不能说啊。行，那就问题基本上问完了，最后问你一个，你平时吃那个麦当劳肯德基吃的多吗？最后一个吃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如果有什么特惠的话或者新产品会去试一下，就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关于 CV 和 staff 们的提问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下一个环节。一书一勾搭，一闯到你家，一宫血成河，一滚到天涯。当红作者胡小山半自传体新书《红莲百日》
近日将于三大书城同时上架，2.2折全球最低价，那些小三儿不得不说的故事，敬请期待。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演播现场，三期的广播剧完结之后呢，很多听众觉得不过瘾，那么我们的制作组综合大众评选出几场重头戏，请两位作者大人指定 CV 并给他们安排角色，以另一种方式演绎一下我们的经典片段。那么有请我们导播云木香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对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因为这一次的话我就把对戏的话呢是分成了六个片段，然后算是一个小游戏吧，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下。首先我把这六个片段给大家贴一下，贴在公屏上面，你们先看一下，就是这六个片段。然后规则是这样的，就是两位作者呢是可以指定 CV 来配这个里面的三段，然后呢哪个 CV 配哪个角色由作者定，但是不能配原来的角色，就说陈峰不能配海棠，东东不能配小圆儿，就是必须得其他人来配。然后呢 CV 的话呢是可以有一次更换角色的机会的，比如说让你去配弱智是吧，你不想配你可以，你可以拒绝一次，但是呢你的对手戏的那个 CV 的话，如果他不换角色的话，他可以指定你去配下一个他想就他下一个里面的角色，就这个意思。你们听明白了吗？就是说听明白了，你让我配弱智我不同意我可以拒绝是吧？对，然后你就必须去配那个下一个你的对手让你指定的角色。那好，有请我们的作者大大。那好吧，我来选。片段我就随便选了这个。就是不让你上厕所。那么出场人物呢是孟小圆，让乘风大胆来吧。然后李海棠，我想一想，李海棠让风雨大胆来吧。小剧场第一期第五幕，就是不让你上厕所，出场人李海棠、孟小圆。海棠你快点啊，我都等了10分钟了，我要憋死了，我要迟到了。好了没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昨天踹我下床，今天不让我进厕所。不管我做错什么了，你也得先放我进去再说呀。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再不进去我真的会挂的。海棠，海棠，你还想再帮我塞栓剂和吸肉啊？靠，这小子还挺会抓我痛脚的，给他塞栓剂和吸肉是我最讨厌的事儿，没有之一。算了，他其实真没做什么，都是我这神经病在抽风而已。这作者照片，原来昨晚上扒着孟小柔讲话的那男生就是他呀。海棠你放我进去啊，我真的快不行了。美的你，就算你痔疮溃疡息肉外出拉出一盆血菊花烂的，也他妈跟我没关系。山色你再选一段吧，好吧，等一会儿让那个时间多的话我们就多选两段都没关系。好吧，那个长此小助理大战300回合。好的，人物长此想请小 C 大大。小 C OK 吗？好，换不换？OK 啊 OK。好，然后另外一个，然后李海棠就请瓜姐。我呀，受宠若惊，好吧。好，那我把那个同样的是台词贴的公屏，你们可以看一会儿，好吧。
小剧场第二期第九幕和第十幕，长词 vs 小助理大战300回合，出场人物李海棠，长词。喂，小唐，你快来，我助理出事了，出事了！怎么搞的？你说清楚。我说不清楚，总之你快来。我知道你在跟老孟过激情圣诞，没事儿，老孟不开心，我跟他解释。你快来，你快来。你冷静点，长词。我冷静不了，你再不来就出人命了。就这样，我挂了啊。唉，我有时候会想，长词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跟他从幼儿园到现在，算下来也快30年了。他就是个真蠢货，烂好人。不过虽然他疯疯癫癫，大惊小怪，头脑简单，却始终觉得生活很美好，于是生活也就真的对他很美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出什么大事啊？这次啊，多半又是他在大惊小好吧，我错了。橙子，你在搞什么？海棠，你快一条哥他，快帮他，帮他！我操，你小子怎么把人折腾成这样的？老子是精神科，不是肛肠科，不是急诊科，也不是外科，血都流成这样了，为什么不送医院呢？他不让送。他说不让就不让。他拿个磁片说，我要是叫救护车，他就割下去。行了行了，真是没一个省心的。我给你列个单子，你马上去药店和超市买回来，我先帮他清理。毛巾、热水、绷带、云南白药，你家都有吧？嗯，我去拿药箱。先把这些买回来，快去回。嗯，马上回来。啊，好棒，好棒。好吧，就是长词瞬间，哎，那什么，山色，你不是之前都脑补长词是英达的脸吗？你现在呢？小 C 的长词，你快来评判一下，还是英达脸吗？没有，那个脑补长词是英达脸的是胡光，然后他刚才私聊跟我说有一种长词减肥成功了的感觉。这，妈，你怎么能这样？长词，快点！就是长言，你快点来说一下你的心内心的感受，快点。我内心感受，我不是妈亲生的。好吧，等一下，再就是胡光，能说话吗？快快快快，你选了。哎，我能说话，我选那个。嗯。哪个？就那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跟你对一下哈。第三期第八幕。是这儿吗？是这儿。好，然后指定人物，你们都不用技能啊，你们这些人真是太乖了，好不好？指定人物，我想想看，小山，你让小信来配吗？嗯，好。然后，小信你 OK 吗？李海棠就我配谁？吴小三。好。然后冷言是李海棠，这一团好像没得踢过啊？什么情况？就是你来李海棠，然后小信来吴小山，你们俩争锋对决一下。哦，我看一下台词。你不是说能用技能吗？好虐呀！对，你想配吴小山，你想配吴小山的话，我可以配李海棠。就是你们俩可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可以，如果说你不配这个角色的话，可以你们俩商量一下。哎呀，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小新怎么样？那个胡光，你觉得可以吗？他们俩可以换吗？你接受吗？哦，可以换吧。啊，太好了！好，作者大人饶了你们一命。我宁可被打好吗？我可以配的贱一点吗？可以。我可以配的瘦一点。你们自由的，如果录得好，我到时候剪下来加点音效，再做一个。
特别版什么的，你们加油哈、哦！小剧场第三期第八幕，吴小三，你个战五渣！出场人：吴小三、李海棠。你，就是我呀！你那天怎么就跑了呢？我和小圆正想和你好好谈谈呢。你一跑，他觉得挺难受的。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他还没回来，我正准备去超市买菜，一起来吗？留下吃顿饭，刚好也把该说的说清楚。哼，不想去也行，那我先去买菜，你在家里坐坐好了。你没钥匙吧？那天你钥匙插门上没拔，小圆说让我先用着。那你先坐坐啊，我马上就回来。谢谢拾金不昧物归原主哈。你的？我知道你跟小圆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不代表你们还会一直在一起，你得认清现实。我是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可是没办法，感情这玩意儿谁说得准呢？等小圆回来咱们坐下好好谈谈，不要撕破脸，对大家都好。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谁？抱歉，我还没有自我介绍。不过小圆没跟你说过我，我叫吴小山。哦，吴小山呐、啊，我当然听说过，你是作家对吧？写过一篇小说叫什么《红莲百日》的。作家不敢当，写字的嘛，混口饭吃。哼，我想也是。我家孟小圆看过你那本书，说看不懂你写的什么就扔给我了。你的文章也的确不合我胃口，我就拿它垫了厕所的柜子角。李海棠，你不要自欺欺人了。我就明白跟你说了吧，你家男人被我上了，我们俩在一起了，你就不要再异想天开了。哼，你还真是拿自己当回事儿。我本来挺想跟你母亲问候一下，看她到底是怎么养出来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儿子的。我错了，廉耻这玩意儿只有人类才有。我本来也挺想问问你，喜欢破坏人家两口子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又错了。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郑重地提醒你，这是病，得治。你他妈才不知廉耻！得了吧，还两口子？你们没领证，没有法律保护，我凭什么不能追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直接上拳头啊！你他妈！我他妈，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夸我打得好，那我就不辜负她老人家了吧。我操，我告诉你两件事儿。第一，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刚刚说的通通是假话吗？孟小圆痔疮很严重，你要是真上了她，她估计一条命也就去了八成了。第二，你要是不怕死，可以继续骚扰他试试看。你他妈给我记住了，孟小圆是我的。哎，你最后好攻啊，鼓掌！好棒啊，好棒啊，陆导！哎，干脆你真是踹上去了呀！天哪，这会不会叫得太凄惨？没事没事，没关系。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怎么骂着骂着打着打着打出火花了。然后把孟小圆泡灰了吗？别这样。这就是真爱。不过。他刚才跟我说，他觉得接下来应该是互相扯头发，不是直接上拳头。
他吐槽很犀利。好了，我真觉得你们刚才打起来。那我们这已经三个了，再来一个，要不然那个机器猫玩录响那个万众期待的录响那个。那个、我们不是都用完了吗？啊，录完了。就片段不重复，但是 CV 还可以。对 ，CV 可以重复的。对啊 ，CV 可以重复的。哦。那成分大家可以配录像吗？那个如果说这个片段定了的话，那李海棠谁来配啊？刚才不是说那个拒绝权只能用一次吗？只能第一次用吗？嗯，那你这段不配录响的话，那就让你配录响。哎，不是录响吗？录响吗也可以。下一段就是让你配陆小妈了。你选一个呀，你要不配陆小你就配陆小妈。看这一段谁配李海棠吗？谁配李海棠最后也肯定让他指定陆小妈好吗？不可能指定其他的了。对啊，反正不是录像就是录像吧，你选一个吗？没事，录像吧词儿还少。嗯，做一个成熟的。好的。那么我们的那个李海棠呢？李海棠。那就冷言大大可以吗？可以，这个可以。什么这个？你是等这天等了多久啊？不行，我已经笑半天了。好坏哟、哦！刚才那个海棠不可以，这个海棠可以。嗯。怎么后面还有路念？来，那个不行，那个我帮搭一下路面好了。来，让东东搭一下。小剧场第三期第七幕，你就是我的机器喵，出场人李海棠、陆响。想想，李大夫，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是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是吗？想想，你要去一家更好的医院，让更好的大夫陪你，给你治病。但我还会去再看想想的。我知道，你们都在骗我。机器猫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李大夫也一样。想想，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病是很不好很不好的，因为妈妈总是。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想想，你是个弱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弱智。意思就是说，你跟别人不同，别人很快能懂的东西，你不懂；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你会觉得很难；别人能做到的东西，你做不到。以后，你会听到很多人对你说这个词，有的人是同情你，有的人是厌恶你。想想。
你能听懂吗？嗯。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个秘密你谁都不能告诉，谁都不能说。但是每次听到别人叫你弱智，你都要想起来这个秘密。你知道机器猫的结局吗？不知道。其实那个结局是假的，机器猫真正的结局是，有一天大熊从梦里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大熊其实是个患有自闭症的弱智儿童，跟你一样。机器猫、静香、胖虎、强夫，都只是他为了逃避现实的一个梦。梦。对。然后大熊就醒了过来，开始努力生活，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像有机器猫在身边一样。故事就到这儿。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做到，但是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小秘密。你就是大熊，在别人眼里是弱智，是可怜虫，可是机器猫就藏在你心里。我心里。对，想想，记住这个小秘密。别人说你是弱智，嘲笑你，骂你，让他们说去，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这里有个机器猫，你只要相信他，他就会在你身边。小小，我们要走了，妈妈在外面等你呢。手续都办好了。是啊，林医生，真对不起，让您费心了。没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嘛。想想，以后你要多听你哥哥的话，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李医生，好吗？嗯。李大夫，你就是我的机器猫。嗯，乖。多久？没有啊，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没有，没有，真是笑抽了。控制，控制，再控制，我最后实在是控制不住了。真的是引以为傲的自控力，不是控制。哦，今那个东东就对戏的环节就到这儿了，还是怎么的？还是让我们小宁同学来一个1v7，1v7很多人想求的，快小宁也来个1v7，你肯定可以的。好，下面是我们，你不要为难后期啊。孟小圆，那个，来我们给我们亲爱的，哎，好吧，小信。大家都是属于什么情况？梦想很久了是吗？啊，行行，小象来吧。小剧场第三期第六幕，小航一 v 一咆哮吴小三，出场人物孟小圆、孟小航。来，坦白从宽，到底怎么搞的呀？唐哥哥呢？怎么今儿就你一个人啊？
是你被家暴了，还是你把堂哥家暴了？小恒，你想太多了。你觉得你哥我能家暴谁呀、啊？那也是，你随便一戳就倒地了。孟小元同志，能不能跟组织老老实实交代一下，你到底是怎么的？你能不能别问那么多？不问我心里痒痒，而且唐哥哥呢，他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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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昨天呢，我喝多了酒，有一个一直在追求我的人把我送回家了，我都说不要他送了，可是他什么都不听我的。吴小山，我不弄死他，我不姓孟。我跟你说啊，孟小元，这事儿可没完。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比我还大呢，你就没有一点危机意识？你要是能跟我一样一挑，我就不说什么了。就你那丁点力气，你还没有点戒心？同事也太不厚道了，怎么能把你交给这么个居心叵测的人？哎呦，你别嚷嚷，赶紧开车，专心开车。哼，我同事他们也不知道内情啊，谁能想长那么好看一人是衣冠禽兽？切，坏人的脸上会写着我是坏人吗？妈的，我一定要弄死那吴小山，居然敢欺负我老孟家的人。哎，行了行了，别骂了，当心闯红灯。那唐哥哥呢？我今天找他了，但是没找到。切，真没担当，要是我就冲上去当场揍死那吴小山。不说别的，就说你那情况，明显不是自愿，是被迫的嘛。这话又说回来，你什么力气啊，居然被人制住了还被沙发砸，就你平常不好好锻炼，被砸活该。小唐的心里本来就有事儿，你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跟我似的心这么大，而且就像我这样还有一个郁闷的时候呢。到医院了，你别是弄得要住院吧？要不我把咱妈喊过来照顾你。不住院，我还得去找小唐呢。我操，他还敢打电话来。小圆儿，你现在在哪儿？好点没有？我煲了汤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哎，是那吴小山？嗯。我操，手机给我。哎，姓吴的你王八蛋，你他妈给我听好了，再敢来骚扰我哥，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嫌命长你就试试看，我告诉你吴小山，人家一辈子猪见一刀子，像你这种人活着浪费空气，死浪费土地，增加来浪费人民币，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有点死去。这小子骂起人来跟马教主还真有几分神似。憋得不行了吧你这是？我觉得他那口气都快断了。哎呀妈，然后憋得这个样子了，导演说烦，最后五个字跑哪去了？好哭了。你这叫管死不管埋，你知道吗？找地埋去了。然后我们这个对戏的环节第二部分也已经结束了，我们短暂的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年过节不收礼呀，收礼还收菊花爽啊，菊花爽痔疮膏一次使用整夜安心，用过就会知道菊花爽才是你想要的。今天的 FT 呢，虽然只录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但是呢，这是我们一年多的坚持或者一些收获。两口子第七年，是一个关于友情、亲情和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两个人最后能够携手一生，然后一直走下去，真的是太好了。也欢迎我们其他的一些 CV 和 staff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最后的一些感受。那么，首先从我们的作者开始吧。那么就是只能说谢谢了，这是一个突发奇想，没有任何大纲，然后等于说自己做的文，然后作为一个小透明，最后能做成这么好的一部剧，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策导雨木香大大，还有主意乘风归去大大、东东大大，还有所有的 CV 和 staff。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水平并不很高的文，
最后能做成一个水平这么高的剧，真的是非常感谢每一位付出的努力，非常的感动。太谦虚了，实在是太谦虚，谦虚，不好意思。那么下一个，胡光大大。要是我说三色加1208六，你会不会打我？好了，发现没有人反对哈，那我就三色加1208611。是吧？是，其实是害羞了吧？我觉得。那么，是，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云木香。就最后的话，一定要正直一点。好吧，其实我一整场都很正直，就是现在这个剧的话能够圆满完结，真的很谢谢就是所有能够参与这个剧的人，然后我其实也在把我自己所想都已经写在那个评论里面了。最后的最后的话呢，也谢谢听这个剧的人。我算了大致的算了一下，就是中长评的话，我们这三期的一共是72557个字，就是谢谢所有听这个剧的人，谢谢。好感动，真的。那我们编剧玲珑。其实编这个剧的时候，我当时自己就是也处在一个人生比较迷茫的阶段，然后陪着这个剧一起成长吧，他成长了，我自己也成长了，就是说编剧包括我自己编剧过程中，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就是两个视角把它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的一个文。我挺感谢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也是看着云妞就是为了这个剧就是各种就是挠心挠肝的，然后各种的努力，他真的为这个剧付出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还有各个就是各位 CV 还有我们的作者大人也是陪着从头就是从我们刚开始做大纲一直到现在到我们完结，给了那么长的一个就是像论文式那样的评论，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剧能够让大家都这样认真的去对待，我也有幸参与进去。很谢谢大家，也希望就是将来大家接着一起走。那小宁啊，就非常感谢云妞能来找我做这个剧，虽然是从第三期才开始加入的，但是做这个剧做得也很用心，也很喜欢这个剧，感觉 CV 啊、编剧啊、导演啊都是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喜欢吧，有一些感触什么的当然是最好了，然后借用剧里的一句话，就是未完待续，下次再见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是，是程峰对吧？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大部分来说，都在具体上说完了，最后呢就说一下，很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啊，一起把这个剧做完，也非常高兴能够配李海棠这个角色，就这样吧。那好，下一个。吴小山 CV 小 C， 配这个剧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拓宽了一下戏路吧，因为以前配的都是那些什么比较闷骚的角色。应该先感谢程姑是啊，还尝试一下功能啊，我先感谢一下程峰吧，因为他当时找我配的这个，然后发出来效果还不错啊，我看好多人就是评价说这角色挺可恨的啊，特别想扇他两个耳光。反正就是剧组的每一个人都辛苦了。好，谢谢小西，然后下一个是狼烟。首先先谢谢作者吧，写了这玩儿，没这玩儿肯定没这剧。然后也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让我知道有痔疮弓这个属性的弓。然后能从程峰那儿接到这个特殊的角色，真的是个挺幸运的事儿。不只是剧和角色方面吧，我觉得就配这个角色让我结识到一些气场相投的朋友，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收获。然后当然不是说二的气场啊，这点我和策划不太一样，虽然我一直想说想想不是本色，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
想想的内心是一片净土，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应对大家来说都是应该去好好思考和做自我心理对照的。最后的最后呢，真心的恭喜也祝福这个剧圆满结束，剧很好的完结了。然后至于其他的，我觉得用异地来说，未完待续，我们以后见。等会儿就可以放异地了。好，下一个风雨。啊，那肯定是首先要先感谢作者大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门，然后呢就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云木香策划大大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加盟到这么好的一个剧组里面。在此的最后呢，感谢大家，谢谢。最后临了抱了一次大腿。哦，还要感谢玲珑傻妈那个玲珑傻妈的金钱豹，谢谢。不要欺负玲珑了。那好，下一个小信。就结束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从一开始看到这个文，然后被这个文感动，被这个异地的词感动，然后很有幸能参与到这部剧的制作中来。然后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让自己想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三次元生活、二次元或者怎样怎样的事情都有想很多。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像异地里面的说的那种，就是很温馨，然后大家相遇了，所有的事情越发的交织在一起，虽然会越乱，但是希望它能编织出一个更美好的图案。我们未完待续。好吧，好吧，好吧，鼓掌，鼓掌，鼓掌。好，下一位是我们的林妈妈，吃纸哥。我感觉好像该说的都被说掉了。基本上我一开始接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像你们之前了解这么多，我是等于说是最后插进去的吧，应该算是。好像找我的时候应该是就差我这个角色了吧，我记得。然后我之前也是想您来找我的时候，我们俩关于这个就这个接不接能不能录的问题，然后应该说了好几页的聊天记录，我记得。然后这个就是反正觉得接了也不后悔，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文很好，然后大家也录得特别好。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挺感动的。反正我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听那个，我听了一部分，第三期前面跟后面我都听了一部分，听的虽然不多，然后但是一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跟别的一些剧有一些区别，然后区别在哪里，然后包括每个 CV 自己大家心里很清楚，就包括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等等这样子。所以还是能被人说出是一部好剧的，肯定是有它值得的地方。至少咱们剧组做到了，所以我也期待一下大家在剧帖里面说的那个全员集合再做个别的什么的。好的，希望你有这个打算。就目前的话暂时没有，但是未完待续嘛，是吧，以后有各种可能性。如果说以后还有剧的话，大家就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两口子第七年 FT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这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和所有听众的默默支持，我们下一个剧再见。时光漫漫，七年疏忽而过，却又沧海一粟。故事中有你，有我，还有他。希望听到这个剧的你能够被感动，被治愈。感谢一路的温馨相伴，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有缘再会。未完待续。